友们大家好，谢谢 Amy，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 Moon 孟怡老师。 Hello， 我是 James， 你们好。好，大家好。那如果声音还可以的话，请大家呢在我们的 chat room 里面呢给我们来打一点字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声音还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新产品，即将在10月29号推出的神童5号 Quick G5。那这个新产品呢，我呢等一下将会跟大家来分享产品的五大亮点。另外呢 ，James 呢现在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业务的五大亮点。好 ，James 交给你。好，哎，谢谢你。我 OK， 大家，哎，刚才 Amy 已经讲了哈，我们有很多优惠啊，赶快啊，去把我们的业绩做起来啊。讲真的，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神童五号，这样好的产品。等一下孟怡老师会跟我们的说多一点的解释那个产品多一点哦。所以现在就给由我来跟你们分享 ，OK 这个事业 ，OK 事业的五大亮点 ，OK 我们怎么样来利用 OK 我们的神童五号 ，OK 把我们的事业搞大。我们的五大亮点在这个事业呢 ，OK， 第一点呢是非常简单的复制模式。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团队做好做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复制 ，OK， 把复制的 model OK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简单很好的复制方式。OK， 我们怎么样复制下去呢 ？OK， 第一点是我们这个神童五号的这个产品呢，是一个不会过时的 ，OK， 不会过时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说不会过时的产品呢？因为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一定要吃营养。刚才我跟孟怡交杯开玩笑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不过时，有人就一定要吃保健品嘛，对吗？除非世界上没有人了，全部的人都不见了，然后这个市场就不见了啦。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世界全部212个国家的人一定要用到的营养 ，OK。第二个呢，是我们非常简单的话术，要复制什么？要复制我们的话术。所以那个神童五号这个话术要怎么复制下去呢？我们要讲什么东西呢？非常的简单，神童五号嘛，就是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Dr. Embody Embody 博士进来。他就是我们的神童博士，神童医生，有他才有我们的这个产品。等一下 Moon 会跟你讲Dr. Embody 多一点的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可以讲我们的科技 ,Dr. Embody 已经研发这个神童五号的这个科技，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科技。在全世界只是有不一样公司有这个专利。我们有这个专利，我可以用这个科技来带这个神童五号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个是我们可以讲的故事啊。然后那个五大亮点，那个五大那个产品的五大亮点就给孟怡老师等一下来解说啊。然后这个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封模式这个系统。这个生理模式真的是可以在212个国家经营，世界非常非常的大，市场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 OK 可以用来做那个复制的那个方式。那个就带进去我们的第二亮点。我们的第二亮点是什么？我们的第二亮点是无限的商机。真的是无限的商机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OK， 如果我们说，我们说，那个，这什么行业 ？OK， 我在看我的稿。我们的行业 ，OK， 我们的行业市场多大？那个音乐市场
好，讲真的啊，那个刘德华啦，然后周杰伦啊，谁啊？我是说那个是中文的歌手嘛。我们有 Madonna 啦，这些啦 ，Justin Timberlake 啦，真的是那个音乐市场，你知道音乐市场多大吗？全球每一年全球 OK 是160亿美金的市场，然后电动游戏呢？电动游戏的市场呢？全球每一年就是670亿的市场，非常非常大。然后电影呢 ？OK， 全球的人拍电影的时候，全球的电影市场多大呢？是800亿美金每一年。然后我们的直销呢？我们的直销市场的那个 market，OK， 那个市场是多大呢？是1780亿美金每一年哦。你可以想象1780亿美金的市场是多么的大。如果我们可以拥有那个1%，OK， 那个1-2%，OK 的整个市场，那个是多少钱了？我们就要去努力去争取嘛，对吗？如果我们要讲 OK 我们的那个保健市场呢 ？OK， 我们的保健市场呢是多大？保健市场是多大？我们的那个预防 ，OK， 预防保健 ，OK， 我们的那个预防保健的市场是4320亿美金这样大，每一年哦，每一年哦。然后我们的保健食品呢，保健食品的市场 ，OK， 是1040亿美元。然后我们的瘦身呢 ，OK， 我们的营养瘦身的。industry 是多大呢？是5740亿美金每一年。你们有喝 Red Bull 吗？你们有喝红牛？你们有喝那个Monster？OK，那个能量的drinks 吗？那个市场是500亿美金每一年。然后这全部的市场全部在一起呢，是多大的市场呢？是1.6兆美金每一年，你要1.6兆美金是多少钱吗？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在富力安公司有我们的能量贴 ，OK， 美容贴，我们的口香片，现在有我们的那个神童五号，4个 product，OK， 4个产品，全部 OK， 我们就可以去。拿那个1.6兆的市场，看我们要拿多少，对吗 ？OK， 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奖金计划。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产品给你了，我们知道那个市场是多大，然后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不一样公司的那个奖金计划，我们的奖金计划是非常非常好的计划嘛，对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边赚钱，已经讲过了，我们可以在212个国家经营 ，OK， 市场是多么的大。如果我们可以配合团队，配合我们的奖金计划的话，大家都可以赚很多钱哦。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独特的 OK 定价模式。真的是非常独特，为什么呢？如果你们买一包 ，OK， 一包那个是五号的话，就是62.9元美金，那个、是50分哦。如果买两包是五号的话呢，是124.9元美金，两包是124.9元。我们都知道嘛，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团队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我们整个 network OK， 我们整个组织呢一定要重销哦，那个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一定要重销嘛。说、重销，好，我要重销。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定价模式这样特别呢？如果你们 OK， 我们大家可以重销神童五号两包的话，它的价钱是设定在99.9元美金、哦、如果你要买两包的话是多少钱呢？124.9元。如果我们重销两包的话就是99.9元、我们会省很多钱。这个不是一次省钱哦，
是 forever， 可以 forever 这 OK 是什么？终身。终身 OK 是终身可以省钱哦。哦，所以我们就可以锁定 OK， 我们可以锁定 OK 终身可以自动送货99.98的这个价钱哦，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哦，非常非常的好哦。我们的第四亮点呢，哦，胜利的第四亮点呢是啊，我们的这个产品讲真的 OK 可以快速的啊，如果你吃了那个舌头五号就可以快速的感觉到 OK 会有感觉啊。哦，在几分钟内会有感觉，别的产品可以吗？我不知道，有些也许可以吧。但是讲真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舌头五号给样本 ，OK， 样本给出去，他们去试吃以后，几分钟后，他们可以感觉到，哎，啊，我好像有多一点能量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OK， 这样会很非常的快速的。OK， 可以快速的帮我们 OK 打好我们的业绩 ，OK 打好我们的基础，对吗？哦，第五大亮点呢？哦，刚才也是有稍微提出了，哦，但那个第五亮点就是我们的信封系统 ，OK， 我们招商的那个模式信封系统可以在212个国家经营哦，不管是非洲人。OK， 中国人、新加坡人、台湾人、美国人、德国人，哦，他们可以收到可以收到信封的话，他们就可以吃这些营养。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OK 健康，我们可以帮他们赚钱。我们要全部一起用团队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哦，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的那个事业的五大亮点啊，就到这儿啊。所以现在我把那个麦克风给 pass 给我们的孟妮老师，他会跟我们讲我们的产品的五大亮点。好，谢谢 James 啊，我相信哦 ，James 刚才跟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分享哦，关于我们神童五号的第一个五点。对吧？现在呢，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享哈，神童五号的第二个五点。那第二个五点就是关于我们产品的五大亮点。神童五号为什么会称为神童五号？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神童医生，也就是 Dr. Embody。Dr. Embody 呢，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棒。为什么呢？他四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微积分哈，四岁的时候。我们还不晓得在哪里做些什么事情，好，所以呢，他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微积分。那他11岁的时候高中毕业，13岁大学毕业，14岁呢就进了医学院，甚至17岁的时候就成为历史上最最年轻的医生。嗯，所以以他这一个专业的背景，今天呢来到这里这家公司，跟我们的公司哈的医疗顾问呢 Dr. Sasedo 一起配合来研发了我们这个神童五号的产品。当然，我们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生物强化技术呢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知道。吃营养保健食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吸收，要吸收，对不对？吃营养保健食品最重要的是吸收，能吸收多少才是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的产品神童五号有这样子的一个高科技，让我们呢吃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吸收全部的成分，所以呢才会有像刚才哈James所提到的，能够让我们在数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感觉到那一个能量。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更多我们的神童五号里面的一些成分。当然今天也许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也许没有听过我们的口香片，但是如果你是我们一直长期以来的一个伙伴，你肯定会知道我们另外一个之前所拥有的这个产品口香片呢，里面就含有 37.5 毫克的海洋单细胞海藻。而这个海洋单细胞海藻它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分，因为它这个族已经生存在这个地球数十亿年。那在神童五号的这个产品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就是知道我们的海洋单细胞海藻。所以海洋单细胞海藻呢，它的 pH 跟我们人体的 pH 它其实是很相近的。那它在这海水中呢吸取的光合作用等等呢，它的存在模式跟我们血液的一个存在模式它是非常非常亲近的，而且它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矿物质、氨基酸等等，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一个全面的营养素。
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机理，海洋干细胞海藻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激活我们人体的一个干细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呢就有着自身所有的一个干细胞，那这个海洋干细胞海藻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激活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个干细胞。那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我们应该是属于碱性的一个身体，但是因为食物啊、住到的环境等等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都呈于一个酸性体质。那海洋干细胞海藻呢，它就可以平衡我们身体的一个酸碱平衡，让我们达到这一个碱性的一个体质。另外呢，修复我们身体的糖链，甚至呢可以呢让我们呢时常呢吸取这个海洋微藻的时候，能够补充到我们身体一个健康的营养。好，接下来呢，第三就是抗氧化剂。那是市面上有很多抗氧化剂的营养保健食品，对吧？好，在我们的生酮五号里面呢，就有这个营养化剂。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因为生活、工作压力等等，甚至周遭的环境、紫外线，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多自由基，那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我们必须呢，通过自身的这个抵抗力抗氧剂。而我们身体所能产生的抗氧化剂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就必须通过食物或营养补充剂来补充。另外呢，我们知道哈，在我们的生酮五号里面呢，萃取这个营养化剂是通过石榴和树莓。James，有没有吃过石榴和树莓？有啊，小小粒红红的，啊，对，全部是红的。好，那我们知道在石榴跟树莓里面呢，其实呢它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在于树莓跟石榴里面有一个叫做鞣花酸和花青素跟这一个氨石榴苷，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些成分，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这些大家都可以在网络呢搜寻更多的一些资料。那这样子的一个抗氧化剂很强，而且天然是已经被研究发现是拥有这样好的一些成分呢，其实如果我们时常有去吸取的话，可以协助我们的一个新陈代谢，甚至排出我们身体的毒素。在美国呢，这个红树瘤啊，其实被视为是癌症的科技，甚至有啊被称为红宝石的一个称号。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维生素。哦，我们知道哈，每天呢有一些朋友呢会吸取维生素，维生素就是维他命。那维生素呢，它其实在我们身体体内它不能停留或者保存非常久，对吧？不可以啊，我们必须时常的去摄取，甚至每天去摄取。最普遍的就是维他命 C 啊，有一些呢会朋友呢会通过水果啊、橙啊那一些等等的来去摄取维他命 C， 甚至有一些就颗颗粒粒的维他命 C， 我们每天都需要的。那在这边呢，维生素当然也包括了维生素啊 A B C D E 或者是维生素 K， 对吧？非常重要。所以呢，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就拥有了全面的维生素。我们要维他命 M。维他命 M，that's money。好，那维生素呢？如果缺乏的话，在我们身体体内里面缺少维生素呢，我们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所以呢，每天呢，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食物、水果来去摄取足够的维生素。那当然了，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呢，就让我们可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好，能量。James， 有没有喝咖啡来提神的一个习惯？有啊，喝很多咖啡啊。好，那从现在开始呢，可以改喝绿茶。为什么呢？因为绿茶其实已经被证实有帮助于提升我们身体的能量跟集中我们的精神。嗯，好。那研究呢也证明呢，绿茶呢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呢不会有脑部退化的一个现象，甚至让我们呢可以延长寿命。所以绿茶在现在的市面上普遍来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喝茶，都有喝过绿茶，对吧？非常好喝。这个绿茶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有这个能量的一个成分。那在它改善我们的脑部功能的除此之外呢，可以让我们改善我们的情绪，让我们不会这么烦躁，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安稳安定，在反应跟记忆方面呢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我喝多一点。对，减少使用咖啡，因为咖啡里面有非常多的咖啡因，而绿茶其实呢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呢提神，甚至呢达到这个集中精神跟给到我们能量的一个成分。在我们的生酮五号里面就含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棒的成分。对，非常棒。来，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神通五号呢，除了五大业务亮点跟五大的产品亮点之外呢，现在哈，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位置都好，你都可以拥有神通五号。嗯，那步骤呢，非常的简单，那只要你呢，通过网站呢下订单，只要现在锁定$20的这一个 Dr. Embedded， 他将会现场跟线上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产品的优点。其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只是非常皮毛，那 Dr. Embedded 他是神童医生，他将会跟我们分享更多专业的知识。那这一场呢将在10月29号呢来去跟我们现场跟线上来去分享的，只需要20块钱你就可以锁定这一个现场的培训。那同时你可以利用这一个机会呢，拿到6份的神童五号产品，也是一个特惠价，多少钱？299.98元。对，只要299.98元的美金，你就可以拥有6份的神童五号产品。那其实不需要在今天付钱，你只要今天上网定锁定你的位置，在10月29号呢，才会从你的信用卡的这个记录里面去扣账。那过后呢，产品就会被邮寄到你的家里去。对。那再接下来就是刚才呢 ，James 跟我们所说的终身锁定2份产品，每个月只是99.98元，你就可以节省高达$30每个月的这个优惠价。值不值得我们去上网购买？现在马上锁定。But of course, right here. 好，那今天呢，很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神通五号的资讯。那希望呢，大家可以更快的通知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或在远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身边好友，因为通过我们的信通模式，大家都可以拥有神通五号这个这么棒的一个产品。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再把时间交回给 Amy， 谢谢。OK， 谢谢大家，拜拜。